真好哩哦。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我今天的主角洪松茂师兄，他少年的时候在饲料工厂吃头路，伊个太太伫厝会替人做头鬃，翁仔某两个人真拍拼伫个趁钱。但是师兄伫个工厂，为着要甲同事交杯，煞养成爱啉酒个习惯，互伊个太太真烦恼，伊家己煞无感觉。是安怎会安尼呢？咱就赶紧来看今仔日个故事。怀念的人啊，每次来我说你要唱到隔壁，你不要唱那么大声，可是他就要唱我们，没办法，对啊，他耳朵重啊。啊，中午他都弄得很大声，我说你不要弄那么大声，先把香港差的，人家也会生气啊。他是你可以听起来不是很大声嘛？啊，伊就讲嘞，看我遐大声，那听还好，还要靠耳朵冲没办法，一米扛挡啊。对啊，他现在是不喝了，他现在没有了，这瓷器他或者他自己也会想啊，你这样子直接。一做啊，伊做个足欢喜啊，欢心嘛，安就好啊，咱喜欢做就好了啊。我们是感觉讲，伊若做主者，伊介意，伊去做外景，吼。啊，伊因为你有一个工课哦，你才袂感觉讲，哎，这样足无聊，还是讲，当然讲啊，老人痴呆症嘛，对吧？啊，这瓷器也是很好啊，也是我们自己的功德啊。啊，伊今晚每天都喜欢。宰宰的电影是他的工作啊，他就要爱去宰啊，伊就会去啊，安尼啊。今麦要过来宰一箱土鸡啊，这土鸡啊，带你吃。他跟我讲吼，我做机会他我做，啊无我都无呀嘞，我都无通做啊，哎我目睭就是近视啊，远看无啊，远看无，啊那这就是来徛也有法度，啊下暗我都无法度啊，真济啦，拢跟我载嘞，啊福田主公也同款，我那去告别式，啊无都无啊。那个机会就失去了，失去了。这是每天都这么多哦？对对，今天算少吧，今天算少。我每天差不多三点半遐来啦，啊，现在吼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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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我拢讲三层半，啊，我拢讲伊小小啦，有时阵还袂，啊，有时阵两点外就来啊。拢澹去啊！你的衫啊，足有欢喜的，嗯，啊，欢喜就是咱心肝袂安尼乌白想，袂乌白想讲啊。啊，落天的。落天哦。啊。落天嘛是啊，直直直直压啊，直直压压甲，迄雨满拢破去哦，拢我倒来，迄嘛是拢澹。啊，丽珠小姐拢足关心的，关心这孙爷孙姐啊，你讲信啦，变变叫安尼啦，讲爱占啦，爱，讲袂使占遮安尼，爱占安尼啊，迄落咱，迄唔合要安怎哩？电灯，哎，那爆炸炸，啊，咱咱咱生意安怎？哈哈，迄雷公信啊，变变叫。哎，啊，咱听着足惊的。今晚个呀，我记袂了。真正吼，真真需要人。有当时啊吼，若人人较量吼，咱要请假者，要创啥者，好，较你来要戴手套，爱戴手套，嘿，爱戴手套。我较早是，伊孙仔原来上课拢咧上班，原来大家互相无讲真了解。啊，拄好即间公司吼，明视公司吼，开始成立，啊，因为伊是我的客户，我嘛是做体面物件，爱是我的客户。伊较早是伫无往搬来，啊，安尼差好到九月拄好四年足。啊，算阮阵啊拄开始咧做的时阵吼，物件就渐渐一直渐加，渐加起来，我就足烦恼的。啊，我就算我讲迄阵啊，就讲招兵买马啦，就来招咱的孙仔师姐志工啦吼。啊，拄好有即个宋茂师兄吼，啊，加即个李宗祥师兄吼，算我讲啊，做啊，因拄退休吼，啊，就招因来。真正讲，尤其在志工在孙兄，真正很不简单。真的，我讲实在，我嘛替孙兄吼，有一点我自己感觉，我有对他们有一点压力啦。像哪讲呢？因为人感觉讲，亲像我刚招来遮做这个耕这个福田，啊，算我透风落雨，尤其天公安尼起天桥的时阵啊，办雨工啊，我真正足惊的，甚至雨足大的时阵，落雨也袂要紧，但是我会。我心理上我会有一点顾忌的，心理安慰。哦，太多孙兄弟其实他们配合都非常的好了，只不过吼，大家耳朵吼，拢可能有较中听一点点啦吼，啊，就有当时啊，咱的讲啥，伊听较无详细，啊，就啊，咱讲吼，咱讲东伊讲西，啊，甚至有时候要讲了好几次啦，甚至有时候他也会感觉讲吼，伊听啊无啥啥，啊，咱就一一的解释啦。啊，有认真无？实在无对吹啦。真的无对吹，我有讲啊，孙仔，即个做玻璃囡仔吼，啊，当时爱载，伊拢会甲你载。啊，孙仔啊，衫丁啊吼，也是讲咱即马歹天啊，肯载载的吼，去，你唔免真丁，啊，等下甲载载去，袂较袂升高遐，总算真的唔免咱讲。闲呐，因为
每天都是做一些瓷器啊，他喜欢做啊，一些瓷器无回收啊，伊就爱做个啊，就是认定迄项工作是伊个啊，爱就想讲要去做安尼啊。这你的工作？我工作，我做伊啊，因为我甲斗做。对啊，那我来用我他，伊若用，伊就搞扫扫扫啊。哎，搞扫到前去安尼啊，伊就是拢安尼啊。哎，人客讲，哦，恁先生真骨力呢，拢给恁扫涂骹、扫甲。我讲，伊也做嘞，伊拢会家做啦。有的时候讲啊，说，哎，你嫁这个先生很好嘞，啊，可是，人讲啥？你顾虑家己无干嘛好啦？哈哈，笑啦，就不知道说好啊。是有啊，我感觉说，虽然选这个老公是老实的，是好啦，好、哦，你哪个好靠避开什么呀？哦，有的是花天酒地啊，对不？啊，他是不会这样子的，是真的。讲下联时阵不要行，他就喝酒啊，我就生气这样子了。打分是要怎么讲？要七十分以上。七十分以上，师兄满意七十分不？嗯。给你拍七十分，你有满意不？哦，七十分，我都吃青菜嘛。就把打分取消好了。这位师兄，伊回所长咧管理内底啊，啊，即摆就是讲好哩租咧，啊，发落啊，伊即摆就较无咧插啊，吓啊，啊，师兄伊即摆讲要参我出来回所啦。这个书记也嘛真用心嘛，啊，伊都我那身体无听够来好，我讲爱照顾身体较要紧啦，身体顾好，才有法度我来做呢。你也不要，不要快，慢慢做哈。我高兴。哎，行啊，行啊，哎呀，高兴就好啦，哈。做环保是讲咱吼，这做者都要救济人吼，啊，咱就爱较认真做嘞。啊，谁叫你做诶？啊，相公，迄个阮查囝啊，伊甲我讲啊，你爱找一个工课来做安尼啦，找个迄较迄类无较。较袂讲啊，爱啉酒啊，无聊啊，爱啉的吼，嘿，无啉酒，我渐渐都自己戒掉的啊，嘿，啊，都啉，都无想要迄落啊，无想要活落啊，嗯，我都咱的心啦，咱心啦，讲。要欢喜做吼，安尼就好啊！哎，啊，愈做愈欢喜才好啊！你在煮煮鸭呀？啊，你煮鸭？我做煮了。OK， 明白。哦，这点麻足多。
一点了，一个摆落一台啊。做完步的欢喜就是哦，愈做愈快乐咧，哎，啊，心情愈轻松啊。啊，啉烧酒咯，唔是啉烧酒咯，就是啉啉咧啊，茫茫啊咯。哦，我感觉讲我这样咧袂使。这无安尼吃无，啊，控袂落啊。你咧这爱对看无遐重重的啊？今仔就爱啉酒，爱啉啊都袂使，袂用啉啊。真正的朋友今仔就拢无咧联络啊。今仔我咧做主席，拢无时间好联络啊。今仔无啊，今仔就嘛是主席孙啊，师姐啊咧，哦，感觉真快乐啊，酒伴拢无啊。真早就重新开始啊，唔是怎啊？唔是怎啊？啊，恁太太骂无？你若转来啉酒，伊都啊，拢啊拍拍叫。是你派还是伊派？哦，伊啊，你唔敢啦，我倒个派，派落做去派，咱卖走伊就好啊。迄是咱啉酒的过程啦，啊，就是讲啊，卖啊，怎啊了？过去的代志，咱嘛叫伊讲啊，你卖定咧讲啉酒怎个啊？啊，就今摆唔是迄时阵啦，你若愈讲，就是讲即个啉酒，永远嘛是同款安尼啦。鼓励啊，他对朋友拢嘛是拢足好个啊，对因兄弟姐妹嘛拢足好个啊。伊妈伫公司嘛是啊，他很少请假嘞，每天都出门嘞。对啊，反正家庭责任也是尽无安的对啦。可能是比较老实这样子，所以啊，都希望朋友这样来招啊，啊，人家。看人安尼，大家啉，伊嘛感觉讲有诶会好一点的没关系啊。啊，你也讲没关系，就变习惯性了，对不？我就感觉以前这么来做，我就这样就可以了啦。啊，如加个凉啊，这个风头较凉啊。那迄个风头吼，啊，拢会安尼爱困啊，起拄久啊，啊即款啊爱困哦，啊，阮某就来甲我看，我讲你爱困，起楼顶困，啊，都天日都那风头凉，啊，都感觉安尼起爱困啊，啊，眠一下安尼啊。做事情就是慢慢的来，他做的很干净呐。洗一洗就好了。擦干了。这段是怎么回事？这小大头啊！哦，伊家鹅肉是卖啦，是无啦？伊会个，人家讲，哦，阮太太甲你订的，拢会甲订到足好看的。所以讲，伊鹅肉人家嘛是鹅肉味。对啊，他就这样讲，不会直接说。
你的技师很好，把家烫得很漂亮，他不会讲这样，他就说，我莫讲，你等下请睡了。饮酒啊，同十届拢卖，拢卖，拢爱戒个，有决心啊，有决心要戒个。啊，无饮酒的，五大叔的哪会用？小酒茶嘛惊，艰苦，艰苦。小酒尽量拢袂使，袂使啉。宗茂师兄讲，出来做环保了后，伊才发现饮烧酒的人，予人真惊吓，而且饮烧酒嘛怕歹身体，所以伊才把烧酒戒掉，希望利用时间做更加侪有意义的代志，把家庭的幸福找回来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